Bosco. 大佬神父, 咪话我呢个细路, Abraham. 唔够孝敬你啦。 我兼职去做鸭赞民咗几嚿水。 请你死去谈资助餐, 拆返和金啦。 廿番啲海虾, 用嚟保证好饮正价。 吊那星, 乜过班。 香港人拉台湾云根冇品格，用只碟嚟铲捻晒啲虾。同志们，帝国是帝国主义，法西斯严格面对跨刀桥杀鸭。他都帝国帝国主义，不成周之冠衰。Abraham 细佬，唔多此薄。 台湾人用嘅中华民国护照系绿色嘅，香港人用嘅英国帕斯珀虽然系红色嘅，不过窿中写晒机长，而呢班山番个本就写住系乜差流民共和国金嘅，各位观众，你哋知唔能知呢班山番向边树来噶？